在这么一个温暖感恩的时刻，还是浓浓的年节的气氛包围着我们。特别今年我们需要被祝福，特别今年我们更需要平安。我们由衷的期待明天会更好。Thank you.
明天会更好。掌声鼓励，谢谢后里之音老师跟所有的团员带给我们这么美妙而温暖的音乐。在后里的土地上，我们也一起来许愿，希望音符飘得到的地方明天会更好，希望音符飘得到的地方都被祝福，都很平安。